大家好，我是 Mega， 今天我们有点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来钓虾。说到钓虾呢，算是我还算是新手啊。我只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有钓过一次，不过那一次的回忆非常非常差，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既然呢我是个新手，当然就是要找老司机来带路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就有请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佑。佑哥，那配合度很高。我就叫你站起来再站起来。佑哥，我平常都是看你的那个钓虾影片长大的。我那钓虾影片超多超多，大家如果想学什么钓虾，想知道哪里好钓好玩的，看佑哥的影片就对了。因为你们有带自己的东西嘛。对对对。那你要不要就是我教你用公竿，一般的钓法，跟我们用专业级的钓柱的差别 ？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去钓虾吧。各位，其实呢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今天除了请佑哥教我钓虾之外呢，我还要找他 PK。虽然说我觉得我输的几率是 99.9% 啦，但是人家说新手新手运嘛，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然后 PK 输的会有一个惩罚，至于惩罚是什么呢？那我就在现在这边卖一个关子啦。这就是专业钓虾的装备，直接欧银关在里面。哇，这还有两把杆子。欸，其实还应该有更多把啦，更多吧。今天就随性拿了几只而已，所以这坑应该跟钓鱼一样深吧？可能钓鱼比较深啊，钓鱼比较深。看到你那只大蛇，我都醉了。好，现在就请佑哥帮我煮钓组，然后还帮我教量水深，还有分辨公竿跟自己带钓竿的差别。上面这个是水深吧？这个很像要你命三千呢，这个超像，所以这是所谓的天平吗？对，这种是 A 字天平。A 字天平，对。哦，还有听过什么文式天平，什么也是类似这种。对，就类似，但是基本上文式天平跟热血还有竖哥天平，这种是属于 A 字天平。就是黄色跟红色那个地方，就是它的水深刚刚。对。哦，原来差这么多。好，现在佑哥的讲解大致上结束了，你水深也量好了，那我们大家就开始钓吧。你的有，我有，你的有，对，不要出现。我们又请了个人，就是二级选手，考的第二次，黄色的水深。有了，虾。也许对。耶，人生第一虾冲。哦，我被夹到。这只很虾吗？对，这是虾。虾就是它的虾的。哎，对，夹子比较小，然后肚子是大的，它的壳是宽的。有信号，有信号。你自己看看。哇塞！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，来，今天又要来人体实测第二次。哎、欸，这个力道有差，力道有差，力道真的有差，兄弟，你放开，兄弟。又有第二个怕风虾的。我压在地上，有一只指头跟大拇指，把它的夹子往后拨，这样捏着就可以了。哦。然后它正直，它吃的非常漂亮。钩子都在里面，好正，好正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又不会伤到虾，然后你又可以解得很顺利。谢谢佑哥。所以这是关节肌，对，没错。还没哈，才两三秒。欢汉文忍不住射了，哎呦，忍不住就拉了，可惜可惜，但是信号明显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大概是线拉到这地方的时候，往下。
下一点点，然后等一下仰开来说到这个点平顺过来，然后又顺过来，要怎么讲呢？哦，这样就连续记耶，对，这样哇，有谁到？钓这边好像有点心得喽，虽然我才钓两三只啦，应该是有佑哥这位大神的加持啊，让我第一次钓虾不打龟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之下呢，真的学的还蛮多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俗外靠朋友，有这样的一位前辈，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呢。嘿嘿嘿。不过该来的还是得来啦。进入最后的桥段，等一下我直接跟佑哥 PK， 出生之犊不畏虎啊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好，佑哥，等一下，请多多指教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直接下班了。哦，对，时间，然后现在是11:20，我们就掉一个小时。三、二。佑哥中虾，现在1:0，我怎么觉得才一只我就赢不回来了？哦哦哦哦，好了，红梅卡，开局，第一只1:1。觉得我要输了，有得当下，当下来，行，快，六，这个是第一，有了有了。我觉得惨了。欧米伽，送，送，你要加加看吗？不要，这个 size 一定出事。刚才母虾大的小的他都试过了，现在要换公虾。他刚夹到这个皮，真的会痛，真的会痛，拎上去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有个同时中虾，同时吗？这个没差，还是我一只。优哥压秒虾，现在20刚好20分哎，刚好20。压秒虾，压，舍不下来。好了，现在加冰子。好了，现在20分了，输得非常彻底。优哥九只，我现在2只。罚时间来了，那现在这边有3张。这个就是惩罚吗？有惩罚，有3个惩罚。那你抽到，我就去做。里面有3种，那那个难度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惩罚是谁？都我想的，你想的。不过我想到最后好像都在惩罚我自己。所以你有人想搞我？我不想搞你。
既然这样子，好，这张就这张啦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在路上唱军歌。对，唱军。在路上唱军歌，那边 camp。好，所以你这个是 OK 的 ，OK 的，是 OK 的。我现在刚退伍没多久，这军歌我都还记得，我都还记得。OK， 再让他们。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是我可能会去路上，然后找人多的地方，我就唱三首，唱三首，啊，挑战我的实力到底有多少。那最后还是先谢谢佑哥啦，谢谢，感谢佑哥拉我入坑，钓虾好玩。好，那就今天就先到这边，等一下就看我。被处罚吧，嘿嘿嘿，我在路上的某个角落看着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还是谢谢。好，现在处罚时间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弄到我自己。好，那佑哥跟佑嫂他们就不会跟过来了，他们下午还有行程。那，我觉得现在心情非常紧张，这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么羞耻的事情。然后在镜头后面那两个是我大学时期的死党，哦，他们现在笑得非常淫荡啊，好像他们就等着看我出糗。来，照一下，坚持不露脸。我帮我。还有这个。这个是周哥，大家好，周哥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街头表演的时候开始，跟着我走吧。啊，真他妈羞耻啊！你当兵的时候不是已经唱过很多次了？你就回忆起你当兵的时候唱的歌就好了。我打眼睛要闭起来，我不想看到人看我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看我，我就在注意我。抓到你了！你觉得要唱什么？我有一支枪，就唱我有一支枪啊。我有一支枪性骚扰吗？不会，那改编版才是性骚扰啊。我有一支枪，扛在肩膀上，子弹闪耀着，石头上寒光。腾腾的激昂，奔赴战场，冲锋陷阵，谁敢当？冲锋陷阵，谁敢当？只把敌人消灭去，高唱凯歌欢呼响。英雄好。我觉得我一世英名就毁在这部影片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别忘了去订阅佑哥的频道。同时间他在那边也会上传一部影片，大家记得要去看哦。好了，那就下次见了。